2021时髦发型。这天，嘉豪剪了一个相当新潮时髦的发型回家，看见奶奶第一句话就问：奶奶，你看我的新造型有什么特别感觉呀？奶奶仔细地看了一下，然后想了想，惊呼一声：哎呀，我忘了买新扫把啦。嘉豪，色白了。